一下紫太金。那紫太金貔貅跟紫太金跟一般的太金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紫太金跟一般的太金有什么不一样？好，先这个酱我们就是像这个就是一般叫我们的太一般的太金貔貅嘛。好，我一样我把它拿起来给各位一起看。好，拿起来给各位看。好，你应该先看紫太金，哇，金光闪闪。好，你看金光闪闪。那紫太金顾名思义呢，就是紫水晶加太金的一个共生。好，什么叫共生？就是共同生在同一个石头里面，你浓我浓，紫水晶里面有太金。好，有太金的那个丝，所以叫做紫太金。那跟我们的这种太金的磁场来讲好了，因为它是紫水晶，那大家都知道紫水晶就是招贵人。这个太金当然它有招贵人，但是招贵人磁场还是没有它来的强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紫水晶是招贵人。那我们有一句话讲说，这个贵人相助胜过自己这个努力嘛，贵人相助。